当我了解到自我真相时，在生活中发生的事情都是相对的，重要而不是绝对的。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绝对的严肃性和沉重性。最终，唯一重要的就是，在我生活的背景中，我是否能够时刻感受到我本质上的本体存在。我本是，我即我本是 ，I am that I am。